今天难得在美国的超市 Public 买到一块漂亮的五花肉，不便宜，4.29块一磅。先在锅里干煎一会儿，做焦糖。翻炒五花肉，加水焖煮30分钟，装盘。祷告，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我们日用的饮食，今日赐给我们，免我们的债，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。这道五花肉除了苦和焦味儿，没有别的毛病。谢谢围观。